各位观众，我的乡丁祝福你们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你们知道，每个礼拜三与礼拜五六点，我们会跟你们一起在分享乡丁的话。乡丁的话这样子说，我要请你跟在我的旁边。主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，信为恩因，搭救他们。你看，圣经的话这样子说：主的天使，主的使者，他们在相信圣经的人旁边，为了搭救他们，为了保护他们。朋友们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如果你把你的生活赐给他，如果你服从耶稣的话，一定肯定。他的天使会跟你们永远在，为了保护你们，为了祝福你们，也可以祝福你的家人们。我们知道，现在全世界，我们全部，我们都在碰到苦难，因为还有这个情况，我们只有上帝为了祝福我们。除了答应我，我问你，除了答应我，我问你，谁可以搭救我们？谁可以祝福我们？谁？没有另外一个，只有一个耶稣。所以现在我要请你一杯一瓶水或者一杯水，我要祝福一瓶或者一杯水，你喝以后一定肯定耶稣他会祝福你的健康。但是记得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给他，你看，他的天使，他的使者会在你的旁边，为了搭救你们。阿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说：“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字，我就在那里。”所以耶稣跟我们同在。让我们祷告。我的主，奉你的儿子的名字，现在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请你，我的主，祝福一瓶水或者一杯水。我不知道这个人他在哪儿，我不知道他正在哪间，他的受伤是什么，或者是一瓶，或者是一杯水。但是我请你奉你的儿子的名字，因为你的话这样子说：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我们求你什么，我们就得到什么。所以现在我请你祝福一瓶水，一杯水，这个人。他喝一瓶水，一杯水的时候，让他得到健康，让他得到你的祝福，在他的身体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的主，我这样子祷告。朋友，现在你可以把你的水喝，因为你可以领受现在耶稣基督的祝福在你的里面。不管你的身体有什么病，不管这个病在你的身上多久，现在你喝以后，你可以感觉，你可以喝耶稣基督的力量祝福你的健康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如果你相信，也可以说阿们。阿们，基督朋友们，如果你服从耶稣的话，他的天使会在你的旁边，我可以说你的身边，为了保护你，为了祝福你，为了
帮助你突破最最任何问题任何困难。把这个心平给你们的朋友们放松，如果你对我说龙你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帮忙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好，你可以透过这个电话号码联络我们，我们会用眼睛边在为了帮助你们。我的想定就付你们下一次电话。